敏的天父，感谢你今日召聚我哋，此时此刻此地为到何空界，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哋实在得罪了你，单单得罪了你。让我哋代表香港的航空界在你面前认罪，因为包括我哋拜偶像，不以神为神，我哋自高自大，睇唔起别人，我哋行邪术，我哋去交鬼去算命，我哋受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所牵引，还有今生的骄傲，在你面前都是你不喜悦。但感谢神，按照你圣经的应许，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现在这一刻，让我们同心在这里向你认罪悔改，求你的怜悯，按照你的恩典临到，按你的应许赦免我们的罪，愿荣耀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宣告， Amen。 天父啊，求你唤醒我们整个世界，这个这么紧迫的时候，就是叫我们要从罪恶里面悔改归正，回转归向你。求天父你软化我们的心，并准备好接受你伟大的这个救恩的礼物，动员我们成为你的和平替造者、安慰者和鼓励者，以便此刻就在这里为失丧灵魂修成最大的收割。天父啊，你叫我们帮助那些在焦虑恐惧的人的当中，能够让我们在他们当中播种你的和平，在仇恨和愤怒的地方里面，我们播下你的爱和饶恕。阿爸父，我们祈求你将新的气息注入我们的里面，更新我们，恢复我们，以致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疫情的影响下，我们属灵上、身体上都能重新回复到你创造我们那个美丽的形象，叫我们焕然一新，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了你每日新的祝福，我们甚至可以进入在这个疫情之下你已经为我们准备了的季节。当所有的空中交通都因为疫情而停止，但是我们祈祷天父，你会将所有的航线能够早日重新开放，所有航空公司将为这些重开的城市港口带来一场伟大的复兴运动的觉醒。与此同步见证天父，你是那位慈爱的上帝，你和我们人类和所有的国家所的列国已经立下的盟约是何等的美好。愿我们的神祝福这个世界和全人类。主啊，我们敬拜赞美你，多谢你的创造的美好，你的爱、你的和平、你的饶恕都浇灌我们地上的每一个，甚至地上的列国每一个国家。多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而求，阿门。求主为各旅游从业员开路，令大家不会陷入经济困难，依然有丰盛的人生。求主让每个旅游业岗位的人都找到新的出路，包括旅游巴司机、领队、导游、酒店和餐厅从业员，以及各个零售从业员，不会陷入经济困难。剩余的时间好好善用，多陪伴家人，培养新的兴趣，继续过美好的人生。求主令疫情快点过去，令到各旅游相关从业员能够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继续享受自己热爱的工作。求主亲自感动各旅游相关从业员可以相信耶稣，明白到依靠神才是最终的生命保障，将来大家都在天家再见，在地上面找到平安。求主能保守所有国家，特别是疫情严重的国家，只有全世界的疫情都受控，旅游业才能够全面复苏，市民才可以安心去旅行。求主怜悯地上每一个未信的人，每一个不信真神的宗教群体，令到更多人能够得救，等大家明白地上只是站住，每个信耶稣的人将来都可以回天家，同耶稣永远在一起，得住永远的生命。多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主今晚震撼天地，为中国少数民族年轻信徒祈祷，求主使他们坚守信念，并且
主，求主建立能够长存的地方教会。第二，求主纪念少数民族圣经的翻译工作，除去一切阻拦，让少数民族得到自己愿意的圣经，也求主兴起更多愿意花时间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并通过生活为主做见证，作为一个长期的宣教士。第三，为在少数民族当中工作的肢体祈祷，他们面对激烈的属灵征战，面对逼迫、孤单、身体疲倦等攻击，求主、求神坚固他们的信心，加添他们的坚持、忍耐与爱神爱人的情操，并帮助他们求主突破困难。第四，求主基督的真光照遍中国少数民族之地，赐下医治拯救，并使他们脱离错误的异教思想观念，明白真道，离弃迷信的一切作为，开始尊崇主耶稣为大、为主、为王、唯一的真神，并且影响自己民族的百姓。最后，求主兴起更多为少数民族祈祷的祈祷大军，使祈祷者能敏锐于圣灵的带领，为众多的灵魂征战。神藉着祷告震撼他们的心，并且释放他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将中国交托在你的手上。主，我们的中国要呼喊你。主啊，我们求你复兴中国的心、中国的灵。主啊，我们求你复兴，求你赐下你复兴的火，求你赐下你圣灵的火，燃烧中国人的心。主啊，让中国人火热的心起来，到全地去传福音。主啊，为你做更大的事。主啊，你大有能力的在中国当中，主啊，中国人要成为你引以为傲的属灵的百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求你就继续的祝福中国。主，还有我们也将中国的少数民族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还有云南的少数民族，还有和中国的汉族人，主，我们将他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的心，让全地的中国人同心合意的去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你带领中国进入你为中国预备好的命定。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主啊，都将中国的少数民族放在你的手中。主啊，这里呢，就是代中国少数民族向你认罪。是啊，因为呢，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呢都是拜偶像。主啊，求你掩面不看他们的罪，是因为他们呢真的不知道。是啊，主啊，求你去赦免。主啊，求你呢真的如何回复我们基督徒的形象，也都如何回复中国少数民族的形象，让他们回复呢真的你创造人无罪的样式，都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他们就是呢你寻找在羊圈以外的羊。主啊，求你自己的恩典亲自去临到，去呢翻转他们的土地，让你的恩语都要浇灌在当中。主啊，特别是为到仍然是落后贫穷的少数民族的地区，无论是县城，无论是山区，无论是乡镇，是啊，主啊，他们向来物质都是匮乏，但是他们认识你的机会也都不多，但是主，你的恩典、你的爱也没有离开他们。主啊，求你自己让他们能够丰富，能够富足起上来。亦都求主你差派你的工人去到当地，去传扬你的福音，去寻找一些失丧的灵魂，寻找你一直所寻找的人。主啊，求你去赐福你去当地的工人，让他们都是能够真的去找到你所找的人。哎呀，主啊，特别就是将维吾尔族的妇女放在你的手中。哎呀，主啊，他们呢很多时候是因为知识是比较低，哎呀，很多时候都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主啊，他们的生命满有伤痕。主啊，求你的恩典
会淋到擦干他们的眼泪。主啊，你召唤他们回到你的身边。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知道你的爱没离开过他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见到你的荣耀，你的恩典，就在中国的少数民族里面，你都去遍地去开花，是啊，你都去复兴。是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哎呀，主啊，我哋即系将中国少数民族交喺你面前，求你咧即系去祝福佢哋，让佢哋咧如果有受伤嘅地方，佢哋可以得医治。主啊，你必然咧去赐福啊！系啊，主啊，因为佢哋都系你创造嘅。主啊，你爱佢哋，你一直咧去眷顾住佢哋。主啊，神迹奇事要临到咧系少数民族当中啊，主。主啊，我哋将少数民族啊，中国少数民族交喺你手里面。主啊，你爱佢哋，主啊，你充满佢哋，系啊，你嘅爱就去充满佢哋啊！感谢主，赞美主，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主啊，系啊，我哋好需要你嘅怜悯，系好需要你嘅怜悯咧，系难到少数民族，系难到52个少数民族嘅里面。因为他们被偶像的蒙蔽太深了，他们很需要你大大的怜悯，大大的爱是临到他们。在那里的宣教士都很需要你，很需要你的同在，很需要你更加的赐他们力量，继续去宣讲主耶稣基督你的救赎的恩典。主耶稣，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你是爱那位少数民族的神，你又是爱全个中国的神，你又是爱你手所做的所有的人的爱神。因为你说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是神啊，我们呼求宣告主耶稣你的国度要降临，降临在每一个失丧的灵魂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里面快快进入这个方舟，得救得救，为你所见证。哈利路亚，感谢主。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